响还是像以往一样非常的火爆，是不是？是。哎呀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我们三个人就会特别特别的开心。对对 对, 对。再一次希望听到大家火爆的欢呼声。大家好，我是露露。哎。大家好，我是秘密。哇。大家好，我是长脸，掌声最多只要一点点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大鹏嘚不嘚的主持大鹏闪亮登场。欢迎大鹏。哎呀，哎呦，来，大鹏好。哎呀呀呀呀，大家好，大家好啊！首先，大鹏呢要在台上代表四位主持人向我们所有的观众。道一声抱歉啊！怎么的？没什么呀！啊，上来怎么就说抱歉？对，没什么呀！你看看你们一开场唱了个小虎队的歌，怎么那么糊呢？都什么？什么都那么糊？上个手语，咔咔，那叫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我们这叫虎头虎脑。不是关键，关键你那个手语大家都听不懂，都整出方言的了。你看看，我们是二人转手语啊，而且在与时俱进啊。现在来唱这首歌，词儿得改一改了。怎么改？我觉得应该这么唱啊。怎么唱？把这个星那个星穿一圈，让他们搁一块儿，一起来学二人转。你倒入乡随俗。其实咱们这个节目最大的特点，请来不同的明星来跟咱们学二人转。那么今天有哪些明星大腕来到这个舞台上呢？让我们掌声把他们请出来吧。欢迎欢迎。哇，哎呦呦呦呦，我们充满开心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哎，给大伙介绍一下这几位啊，都是何方神圣啊。好，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著名影视演员、越剧表演艺术家何赛飞老师。何老师，来来来，其实您塑造很多形象大家都特别熟悉，大家知道何老师就是一个姨太太专业户啊，塑造了好多好多非常经典的姨太太，大宅门当中的杨九红，大家喜不喜欢？喜欢，对不对？大红灯笼高高挂，梅山，大家更是非常喜欢。什么纸醉金迷当中的朱四太太等等等等，那个拦着点，拦着点。为什么塑造了这么多姨太太的形象呢？我喜欢。我也喜欢。对，大家喜欢才是最重要的。来，欢迎何赛飞老师。欢迎。这个何老师啊，来自浙江啊，一出场的你看这小身段，这要搁他做就是非常的温柔，要搁我们做就好像练健美的似的。没错没错没错，他做的非常的温柔。哎哎，两位把眼光往下看，哎，就不一样了。来来，往下看在哪了？不不不，往这里看，往这里看，下一位看，这位看看一看，真是虎年到了，穿的就不一样。来，从手开始看，虎爪，虎爪意味着我们的朴学亮老师在虎年里要抓钱了，没错，并且呢，朴学亮在虎的一年里，我跟你说，红红火火，看着没有？哎呦，那打一套虎拳给大家看一看。哇哇哇哇！小心哇！头晕了啊！朴老师可了不得，朴老师曾在咱们这个是台湾著名的这个流星流星花园，流星花园里面出色的表演，谢谢谢谢。超级学长里面，对不对？有超级班长里面，我经常在很多偶像剧当中扮演一些关键性的角色。没错没错，欢迎你到来。哎呀，不敢不敢，欢迎。早就想跟马瑶拜拜，马上的。哎呀呀，这咋还拜上了呢？赶紧鼓掌，一会儿就得挖坑了啊！不能趴在地上了。欢迎欢迎欢迎。